塞，罗涵，你好。这是你带来的？对啊，对啊。哇，怎么你知道这个东西呀、啊？这是皇帝吃。皇帝有吃龙须糖？真的吗？请问一下，皇帝真的吃龙须糖吗？清朝乾隆啊，乾隆。皇帝就是九五至尊啊，就是龙啊。龙须糖是他赐名的啊，他本来叫面线糖啊。面线糖。本来叫面线糖。哎，那、啊、他吃了就觉得好吃，所以叫做龙须糖。龙须糖。哎，把它赐名龙须糖、啊。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一部分是什么？这是包馅。你包还有包馅？很可爱。蚕的，对，蚕。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哎呦，好绵哦。哇，很看稀耶。哎呦！哦，看可以拉多长？来一点。金丝世界纪录。来。来来来来来，撕一撕给我来。我还真没吃过。哎、欸，老板，这个可以直接这样吃吗？可以。啊。哎呦喂！我好像变棉花糖了的感觉。哇、嗯，好吃哦。但它不绵呀。哇，我们再来帮你怎么来学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前面这个很难吗？就拉13次啊。13次。对啊，13次。那原本长怎样？倒着做，我们先把它包起来。先包起来以后呢，我们要来做切面。再学啦。先这样稍微把它撑开一下，撑开一下，然后哇，这个一尺嘛，对不对？都可以啊，一尺包起来，包起来，没关系。然后不要包少，折起来，因为你包少人家吃不到。老板，他包这个形状。是啦，你包黑这个。第二一朵香呢？太不会包，知道吗？不能少，只能多。好，那就回来哦。刚刚那个，刚刚老板有说嘛，做生意就这样，盖起来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再这样。哎，对，哎，对对对了，对了，好，放到，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可以卖出去了。哎，你的不错，你的真的不错。这里面就是龙须糖啊。不是啊，这是粉啊。哦，龙须糖要由这个来拉。哎，都不是，都不是。玉米粉加可可粉，拉出来变丝嘛，然后沾白色的那个糖嘛。怎么拉？没有，那个都是粉。哦，沾白色的粉。然后变一个洞，变甜甜圈，哎，变甜甜圈，变甜甜圈这样，然后嘞，就拉了。一直转。啊，之后把它拉细呀。哦。啊，这个拉细，你要把它拉平均。嗯。本来一条嘛。对。两圈。有在做家事会收水管，这个动作都会。4圈。四圈。啊，这个算第一次。第一次。哎。然后这样子。对折。对折。拉开。第二次。再裹粉。哎。再对折。对折。第三次。拉开。哎，很难想象13次就可以这么细。对啊，这么细耶。其实要用力的哎，要啊，好难想象那个触感。我觉得这有难度哎，还是有难度。12了，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发明的？11，好厉害哦。13的吗？13的，13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这怎么办？然后嘞，最后再把它拉平均。对啊。那像这样子的巧克力口味的，我们要包什么比较适合？都可以包。我们四个人来负责拉，就试试看。好，来喽，来喽。你们是这样子要先弄成甜甜圈，对不对？先弄成甜，对啊。啊，就是中的，就是我呢。那是真的，叫我打的，我震。你打的我震呐，很烫啊。体力烫吗？啊，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是修哎。好烫，你不敢修哦。手哎。哎，你已经开始了。你会烫吗？两圈。怎么有一吸？三圈。对，四圈刚好刚好。四圈。多喝。好不吃了，站，站一下，站一下。我们刚好有四个人，一个人拉三次。真的，快，来来来来，他自己会马上就扭回来。这是烫的，真的是烫的。对，然后再折叠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烫。不是，转圈交叉，对。然后拉。哎，拉要平拉哦。这么紧。不是我粘本，太用力会断。粘本。哎，不要让它开了，孩子，不可以让它交叉过了啦。找到了，对。出息，顾一下。好，第二次，好，再一次换人。不好拉了，真的很难，不好拉了，我怕拉断了。来，换你哦。好，两下就好。会越来越难。一开始很好拉。
你好像有、欸、回去不能夸奖，不能夸，回到上一步没当波呢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没当波，我再把它转起来，因为我怕它快断了，先放这样。好，现在几次了？大概六次，他们各三次嘛，要很用力哦。没有，它有一个每一个是你一个不小心，我觉得会断瞬间啪就断了。哎、欸，感觉很专业啊，哎、欸，最后三次给你了。哦，很紧哎、欸，很紧啊，很紧。我平常有在练，我觉得掰不开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越来越多。你知不知道人家在拉很像龙须糖？嗯，你拉到后面呢、啊，很像就是我们那古楚天馆的那个。我觉得很像安平树屋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想起来了。树屋里面的那些什么灰尘啊、蜘蛛丝连在一起。它超像树屋的。阿辉，你帮我拿起来。拿起来。九点。愿意。你现在咖喱都西哦。欸、不行啊！你一剪就整个散开了，不行！你试试看，拉成这样以后，吃起来有没有影响到任何的口感？有人在包把收的、喔，有。哎、欸，咸天文大师包把收呢？包把收感动绝对会使。这安尼真正会食？会啦。你不要骗，吃看卖就知啊。吃看卖啊嘛。我觉得很像那个蛋卷包肉松的那个感觉。对，可可把收。肉松面包，肉松蛋糕面包，对啊，哎呀，试看自己包一个，可以口味，可以，自己包一个什么试试？可以。那我包水果好了。好。这么大一包，这样，这样子包吗？好像太大了，我看反正你没有要买，你要吃的没关系，对。小心爆浆哦。嗯，好假。我来试试看，我也要来试试。这个流传2000年的这个黄帝梅汁，真的哦。你那个包番茄，我们还有那个梅粉，你这样可以吗？好多、哦。你这样怪怪的吧？绝对可以啊。霸凌的，老外讲。好像可以综合。你包好说可以，然后给别人。你试看卖下呀，正经的啦。好啦，你无食过这个口味啦哦。老板没吃过，老板没吃过，怎么会是我？如何，老板？话也标准的在啊。爆浆了。爆浆了。什么感觉？甜，我的你只要讲好假不好假的话，是啊，哎、欸，啊，真的啦，咸甜，然后它有一点梅粉的香气在，刚成堆啊，刚成堆，真的甜甜初恋的滋味，对，初恋的滋味，初恋的滋味，不，啊，你刚刚有包了什么？我包了白葡萄跟这个一起包，巧克力白葡萄，好吃吧？好吃，你呢？我是肉松的，他包肉松的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哇，好棒，又学到一个，赞赞。除了皇帝在吃的，不是说有一个好朋友在吃的。好朋友呢？对。好朋友就是我要带你们去看飞姐的食物。好。飞姐的食物。好朋友飞姐 ET 好朋友，对，我的朋友真的就是外星人。没错。他是外星人来的。好，走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谢谢，赶紧再走哈。喂。哦，龙须糖，赞。好朋友专属美食是你跟西藏有好朋友，你朋友是西藏人，我朋友是非别人，我不是啊，是有朋友去找那个拜访西藏的人，那西藏当地人呢就会做这个东西，那个什么飞碟的这种饼干来给他，这个啊好可爱哦，炸饼哦，所以就是拿专属的美食啊，好朋友来，我做一个专属给好朋友的美食，嗯，西藏要招待好朋友的料理，被他做过吗？没有啊，而且连吃都没吃过，没吃过，没有西藏料理，没有，第一次，学一下，好 ，Let's go， 好，老板，哇，这边很漂亮哎，哎呦，西藏风就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我没去过，我没去过西藏，西藏会有很多的，有唐卡啊，然后还有这些颜色啊，然后还有宗教，还有这个很缤纷，妈祖啊这种。老板你好，你看就知道他是西藏的。为什么？天珠。天珠。厉害了。老板你好，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朋友介绍我们来这边。当我们去西藏人家里面做客的时候，就会拿那个飞碟饼出来招待。我们飞碟炸饼啊，我们是聚餐啊、拜拜啊、一些结婚啊，都会做。那最大可以做多大？我们是做饼，如果做这么大，也像做这么大，比我的脸还大。OK， 那我们先来学一下，好，可以教我们吗？好，来。
其实跟我们这样脚蛮像的。OK， 那你做一次我们。好，我们是教我们做一次。先这样拿。拿。然后你一定要放，因为台湾这边是有那个面粉，所以是一定要旁边放水。沾水一圈哈。这样一圈。然后拿线。不要太少。这边也有。这是羊肉，那是牛肉。好。我这是牛肉，那边是羊肉。对，这边是羊肉，然后你拿这样。然后压一点点，然后以后就再拿另外一个放在旁边。哦，所以才叫飞碟啊，这样子。我们这是名字，我们朋友很多，一起台湾的朋友。哦。我们西藏话叫下盘嘞。下盘嘞。下就是肉，盘嘞就是饼。哦，下盘。可是下盘嘞不好听，不太会发音。我们说后来朋友我们一起讲，就是他们就讲飞碟，看起来很像飞碟，是我们自己发明的。蛮好听的，下盘嘞。盖碗刚好对起来。然后捏旁边，对对对，旁边最旁边这样捏，哦，包在里面，包在里面 ，OK OK， 好捏好捏紧哦，会底下会炸开，炸的所以炸开来就不好吃了，这样要少一点，要少，可是我装很多哎，我这样子会太多吗？因为你底下弄好以后，你可以这样压一点，再压点，不能太厚，压太紧，不要压太紧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弄好，就是你就我的好了，这样，好可爱哦，好好看哦，别人了，第一次做已经很不错了，真的哦，对啊，哎，我又被称赞，又被称赞，这个很像一个糖，一个甜甜的样子，这个很像一个苹果派耶，对对对，做的，而且我喜欢它那个捏起来之后的形状。没有自己做，你还不会知道。对，老板娘，你要跟他讲说，你这样里面的肉不会熟。耶啊！啊，要给一点，给一点。老板娘不好意思跟你讲。圆圆的。对。嘿嘿嘿嘿。好像巨大燕脚。可以啊。就像摩天岗刚才下面有两只的是什么？雪那个狮子。哦。雪狮。雪狮的。那今天又跟他介绍到一个，就是哎没吃过的异国料，而且是好朋友，都是有意义的东西，都蛮不错的。哇塞！哇哦！哇，老板娘，其实我现在这样看起来啊，它其实真的跟印度菜。其实有点像，对对，我们是有，因为西藏人在印度出生长大，所以我们带了一些西藏跟印度饮食来分享。哦，好棒哦！哎，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这个我们今天的好朋友的好朋友做的，对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那个辣椒酱放在里面，这样直接咬。旁边要小心，我们在吃那个里面会有汤的汤啊，水煎包。对。嗯。会很香。我觉得加了这个酱超级提味的，它很需要这个酱。哇，好香哦！真的吗？对，西藏人我们就直接这样吃。是这样吃的。我们就直接加很辣进去，然后就直接咬着吃。好朋友来的时候，他吃了，他会不会说什么话？他会就直接切兔鸡切。谢谢你，兔鸡切。兔鸡切。对，你可以想兔子的兔，汽水的汽，切东西的切。兔鸡切。对，这样就不会忘记。我喜欢飞碟外面那一层。它里面是软软的，然后有汤有肉嘛，外面是酥脆，又脆又有汤又有肉。就是我们这个是现场吃最好吃，我们里面就只有加肉跟洋葱，没有香料，没有加别的菜。哇，啊被你这么一讲，这个是西藏奶茶，不是香料奶茶，印度香料奶茶，印度香料奶茶是冰的，对，很好喝哦。我以为是我喝过这个，很好喝，我很喜欢。然后印度那个茶叶嘛，然后那种香料。我们加一些自己做的香料，我们厨师他们自己磨。这个就是 barbecue 了， barbecue 啦。它是综合 barbecue， barbecue 啦， barbecue 啦， barbecue。好香哦！有虾子哎，虾老板这什么虾子？这什么？它是牛羊虾，虾跟鸡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请问一下。这是我们的西藏的糌粑，青稞粉去做的。喂，对对对。吃一个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好像真像芋头泥的感觉，很像芋头泥的感觉。可是我们是用青稞去做，里面有加别的，是青黄的那个吗？那是青稞，那是青稞，那是青稞，青稞，青稞粉，青稞粉，然后里面有加很多不同，黑豆啦，什么感觉？黑豆类都有，好吃啊！对，没吃过，我吃吃看。但它有一个独特的味道，所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很像芋泥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评分了，好，评分。松鼠。松鼠，松鼠，松鼠，这一间的这两个啊，这两个其实都有加到。
吃的很串。这个真的蛮好的哎，蛮好评哦。来，8.8，8.8分，是为什么？88，因为其实我本来想给十分的啦，但是我这个人呢不接受威胁。他刚刚在最后说，哎、欸，好好评哦，好好评，我说嗯，这怀疑评审的实力耶哈。那我要翻开了，好，翻，你不要太失望，我只能给你这些分数了，因为这是我的全部了。哎呦，全部了耶！十分，就你刚才讲的啦，他这个带下来的这一趟，就除了独特性跟我没吃过之外，重点是我透过食物了解了文化，是的，对，然后我看到了西藏，也感受到了热情，对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的礼物是什么呢？礼物。锵锵！意大利餐点套餐双人餐券。哎呦，啊，双人的，很棒很棒，来，看分数。松鼠的分数啊，我们先公布松鼠。哎，嗯，38.8分，很高哎。388，你很会玩，惊人真相。388啦，388，你得看388嘞。对对对，那艾尔的呢？35分。咦？哎，他怎么？分数去哪了？哎，大家都会觉得先报会先比较多，对呀，不是惊喜啊。L 的他是一开始是最冲最前面的，可是你们两个股都给他10分，啊，股的地方啊，股的地方，股那个真的没办法，那个真的那个有传承，那个一定要给的，辛苦，超级辛苦。总恭喜哦，恭喜松鼠，松鼠碰击碰击。哎，这次哈，你们这样来，对不对？什么感觉？想除了累以外哦，除了累，除了满头汗以外，真的，这次真的是夏天出门工作哦，这体验的那个辛苦哦。但其实这个辛苦的感受也可以讲一下，真的蛮难得的，对啊。我是觉得那个就是务农这件事情真的蛮辛苦的，然后它一年才一个季节有盛产。那他可能就是如果遇到风灾啦，或者是在这一年当中他去照顾他，而且他不是只有采收完，采收完的那些那个树要重新让它回就重新长啊，或者是要整理那块土地，我觉得都是一份辛苦的工作。所以你下次在吃芒果的时候，你要怀着一颗感恩，饮水思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每一颗芒果，荔枝的每一个荔枝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摘下来，然后再送到我们台北来给我们吃到这样子。很辛苦，对，我觉得饮水思源啊，粒粒皆辛苦了，珍惜食物。嗯，感谢，这样很开心，就谢谢，有机会再来玩哦，好不好？对，吃东西，吃东西，他们两个谢谢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，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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